人呢？大王，有何事？王妃回来了吗？启禀大王，王妃还未回来，管家派人去接了，应该正在路上。素哥方才问王妃，大王对你好不好，他是否感觉到了什么？我和大王之间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 哥哥过几日就要远赴江南了，何必告诉他，还让他担心？我就是担心今日这么晚才回去，大王与王妃之间会不会再生磕绊？哎呀，王妃怎么还不回来？派去接应的人也没个信儿。大王都问了好几次了，王妃不会真的生气？ 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路上有些事儿耽搁了。来来来了，王妃来了。王妃，你回来了。 大王，你想我吗？想，很想。大王。
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你不是阿武，我是，你不是阿武，我是啊。